安挺公事，做好更多事。哦，大家好，我是强哥赵泽强，我在这边为各位服务，赶快打电话进来，02-2633-9922，02-2633-9922。捐款挺公事，做好更多事，快！好，在我们现场的下课花露米的主持人小钟跟香涵 ，Hello， 大家好，而且现在要打电话来找我的哦，是的，我指定找他。Hello， 你好。其实呢，捐款是不分男女老幼的，我觉得为大家接听电话很有意义哦。你好，我小钟。你好，我是香涵。真的，刚才就有啊，还有台北吧，0928的林小姐，对不对？哦，还有很多人都打电话进来哦。现场还有我们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的志工队朋友们。好的，他们居然还有手可以招一招，这就表示没有人打电话。02-2633-992，让他们没有手可以招手。02-2633-992，赶快来听我们。现在呢，我们今天这一节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好朋友一起关心我们的小朋友。我们来欢迎儿福联盟执行长王玉敏，王执行长。嗨，强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执行长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因为时间非常有限，除了要听我们之外呢，也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在这个媒体环境中间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儿童节目，对小朋友是有帮助的呢？对，我觉得好的节目呢，就是要能从儿童的观点，然后来做节目哦。那另外就是说，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孩子可以得到一些创造力啊或想象力的激发。那当然啦，如果能像水果奶奶一样呢，带给小朋友温暖，就是最棒的节目啦。水果奶奶现在正在电视上面，公共电视啊，对不对？然后正在为小朋友表演。是。他刚刚进去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一定要支持公共电视的儿童节目，因为啊，除了水果冰淇淋和下课花露米之外，其实公共电视还是可以做更多、更多元、更不一样层面的好的儿童节目，所以需要什么经费啦，对不对？对，其实我觉得公司已经做很多很棒的儿少节目，可是呢，如果说可以再给他们更多的经费的话，他就可以从幼儿，然后到儿童，到青少年，做出更多元、更优质的节目，然后让大人跟小朋友一起收看。赶快来捐款，挺公司做好更多事。捐款500块钱可以得到水果冰淇淋儿童 T 恤，捐款1500块钱可以得到水果冰淇淋儿童 T 恤，还有水果冰淇淋的动物狂想曲的 DVD。捐款5000元可以得到艾瑞卡尔的创意童话宝盒，7月7号以前加码抽奖台湾国际儿童影展的环保提袋，限量5个，只有5个，哇，这国际品牌啊，哦，台北国际儿童影展嘛，所以说，哎呀，赶快，我们很需要大家来支持我们好的儿童节目啊，公共电视、水果冰淇淋、水果奶奶，还有我们的执行长，都希望大家来捐款，我们就可以做出更多适合小朋友的儿童节目，对不对？对，真的需要大家一起相挺公事，是，让我们一起捐款挺公事，做好更多事，打电话。